所有人家去去郎中请回半将军大战张老虎马老虎国人头领王国人领进当当海Thank you.
亲。Thank you.
黄土四爷国花王将军，花王将军，银狼将军，银狼将军，哎，哎，臣奉上高臣红旗而进，上进黄宗银锦，大臣为民参拜。
年年杀伐汹涌，日获是好，将军不必惊慌，我有一修长名唤夏侯惇，镇守天荡山，你我哪里搬兵求救啊？好，请请。
哪里去了？被黄忠老儿刀劈马下，不好了！大将军，我兄长往哪里去了？北爷爷枪挑落马，有一个不好了。黄毛将军，欢迎你一去。
参，一村民探马，一骑长鞍，万里地月回廊。
无比日之臣，何不修学一封，下到黄忠言谈，明日午时三刻，在两军阵前与他戎马万将，以下如何？此计甚好，我莫愁。
将军听了，我曾见到某家的士兵们，因为士兵而来，但不知哪家先放，自然是你家先放的。投入先放，老将军若是不放你，老臣多大的年纪，岂能士兵与民呀？来，他不成是放了我去。天有不防之力，来，让他防了我去。罢了。